左一个可以上前的攻击的中后卫，在这边吊球就危险。阿娥看一下今天漂亮的斜传过来，没有越位情况之下单刀陈燕。这一次的一个传球的 timing 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准、啊、你看到说陈燕平中美和给在边路阿娥把球挑起来漂亮。林东美和阿娥继续在右边扯动，阿尔白要往内切就要变成走直线传中。刚刚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爆发力就是没有展现出来，这一次的传球应该就是等他就是要做等他回传，他要做他会做回传，所以接下来就是做那一脚的处理哦。机会哦，最后的一分钟，曾淑娥又来了，曾淑娥过人起左脚旁边补上去的，然后曾淑娥。哇，这边又抽筋。好，田中美和在右边，现在是3-2的机会，有机会掉右边。田中美和。